好，接下来带你来看这名员警哦。如果身高都这么高，抓小偷可能会更容易了吧？这是台北县树林派出所这个员警，他的身高可是有198公分，是全台湾最高的。也因为真的超高身材，让他当警察抓起歹徒易如反掌，就可以直接这样把嫌犯给拎起来。奇怪了，警察走在派出所里面怎么这么卡？难道是派出所特别小吗？其实是这个员警身高198公分，实在是太高了。所以从小就很高的，所以习惯看他们就自己自然而然坐下来。对，再说是如果是撞不到，也是会习惯坐下来。这个全台湾最高的警察名字叫做陈炳彦，身高198公分，今年才26岁，原本想当篮球选手，但是担心运动员职业生涯太短，加上家人很多都从事警察工作，因此大学毕业后报考警察特考班，一年前毕业到树林派出所服务，身高上的优势让他抓坏人易如反掌，可以直接把嫌犯拎起来。远远看到奇怪，怎么有一个爸爸来打小孩，然后近看发现是自己的学长，然后我就因为学长追不到他了，然后我就摩托车丢在旁边，然后把那歹徒制服了，一时间就抓住歹徒的手，然后就压制在地上。不过身高太高，让陈炳彦睡觉睡得好辛苦，都得侧睡把身体缩成一团。而陈妈妈也担心儿子以后的小孩会不会变成巨人。他说我那么高了，因为我现在女朋友177嘛，然后他说这样子的话，以后可能5岁孙子就抱不起来了吧。陈炳彦的超高身材加上帅气长相，一度被日本节目看上，想要选他为警察之最做专访，不过碍于警察身份拒绝了邀请。看来长得高一点还是好处多于坏处的。中天新闻李明登丁欣雅台北采访报道。